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点哈，点的投影要注意一下啊。点当然很简单啦，一个点而已，说是 no big deal。但是从点再衍生出去的东西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啊。所以因为点，我们说过一个物体是面嘛哈，如果立体的物体是大概都是一个平面啊，很多面去构成，然后这些平面呢又是线来构成。然后线又是由点构成，所以你一旦把它一个一个去解析，其实到最后就是点而已了啊。所以你的点当然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它很简单。那点它没有大小了哈，它只有位置啊。所以 A 空间中假设一个点 A 的话，那它的水平投影啊的点啊，我们要用这个表示，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投影面啊，所以我们说空间中的点是用大写的，但是如果你投影到投影面的话呢，它就用小写。但大 A 对应小 A，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投影面啊，所以我们会习惯把它写成，如果在水平投影面的叫做 A super H 啊，就上标了啊 ，A 的上标 H。那如果在直立投影面呢，就是 A 的 super V 啊，所以 A super H A super V 就对应它 A 点在这两个投影面的投影点。这个比较丑，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课本，反正是黑白的。原来的立体图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是一个 vertical 直立投影，这是一个 horizontal 投影。那我空间中有一个大 A 这个点啊，那我直接投影到它直立投影面。那我们说，因为我们今天是正投影，正投影就是你的光线跟我的直立投影面是垂直的。那水平投影呢，一样，光线跟水平投影垂直，所以我会得到一个 A super V 跟 A super H， 所以这是立体图了啊。那你把它经过刚才的那个旋转之后呢，你就会得到这个图啊，得到这个图。那得到 A super V 在上面 ，A super H 在下面啊。然后呢，那当然。真正画图其实就很简单了，因为我们不需要画图框嘛，所以你重点其实就变成最后只是变成什么，变成就是一条线而已啦。这条线就是代表什么？你的主基线，就是你的主基线的意思，知道吗？就是刚说过的 vertical 跟你的 horizontal 的那个交线叫做 GL， 叫主基线啊。那这个 GL 一条线分割成上面就是 vertical， 下面就是 horizontal， 所以我们习惯这条线旁边就是加一个 G 一个 L， 代表它是主基线。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上面写一个大写的 V， 小写的 H， 大写的 H， 那 V 当然就代表 vertical 哈、啊，就代表直立投影面 ，H 呢就代表水平投影面。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点啊，空间中这个点，它的这个投影图就画出来了。这个图画出来很简单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图可以告诉你什么？你今天我们刚说过了，你就是要从这个投影图去反推空间中这个点到底有什么特性。那你要从这个图去看它嘛，啊、哦，从这个投影图，所以你这两个图要能够去对应、去诠释啊，啊、哦，当然，我们以后的话都是直接看投影图，那投影图知道之后，你就要能够反推这个物件它的一些特性。好、哦，那今天是一个点嘛，那这个点的特性有什么？这个点特性可能就是要告诉你说，好，我从这个图我要知道说，空间中这个 A 点它距离直立投影面的距离是什么？从这个投影图嘛。这个图投影图对不对？但是你要推 A 对 vertical 的距离，或 A 对水平投影的距离。好、哦，所以这边哪一个是哪一个，你就要有能力去分辨。以后当然不会跟你对应看，以后就直接跟你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变成需要把这些基本的东西记起来。好、哦、，A 的 super V 对到主基线啊，叫、哦、主基线，这个距离代表什么？代表 A 这个点距离什么？距离两个投影面的距离，这个叫什么 ？H 嘛啊，距离水平投影面，所以反而是 A super V 啊、哦，直立投影面上面的距离有没有？直立投影面上的距离代表的是空间中的点到水平投影的距离，所以点到水平投影面的距离是靠它的直立投影的图来告诉你的，有没有？这有点好像反过来，对不对？好，所以同样的 A super H 到主基线的距离代表是什么？代表是 A 点到直立投影面的距离，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出来啊。所以从这投影图你要能够反推 A 啊它的一个空间位置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啊。那另外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正投影啊，所以你要注意你把 A super V 跟 A super H 连起来这条直线，这条直线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垂直我的什么？垂直我的 GL，
因为你今天正投影嘛，啊、哦，因为你今天正投影，所以你用画这种图，任何一个点，它的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的连线，一定会垂直主基线，啊、哦，这个也是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啊、哦，就是因为你在做旋转的过程，因为今天是正投影嘛，正投影代表我这边有一条光线，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哦，垂直什么？垂直我的直立投影面这样拉过去，所以得到这个点。然后呢 ，super H 是上面有一个光这样垂直下来，那因为都是正投影，所以当你把它展开的时候，其实这边其实是一个什么？类似这边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啊，就是从大 A 这个点对应到小 A 的 super V 拉下来到这边 H super H，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所以当你把这个一展开的情况之下，当然这个是什么？这条直线当然就会垂直我的哈，垂直我的主基线。好，所以这是一个概念是这样出来的。好，所以这个是点的最基本概念啊，这是在第一象限啊。如果点今天是在第一象限，啊，那这个比较漂亮一点，大概就是其实类似的。好，所以这边其实刚刚有讲过类似的概念，就是你这个立体图啦哈，这个是投影图，你的 A super V 到你的主基线啊 ，A super V 到主基线这一段就相当于你这一段嘛，对不对？那这一段代表就是什么 ？A 到水平投影面的距离啊，所以这个是 HD。然后 A super H 到主基线 ，A super H 到主基线在立体图是这样，但是它其实代表就是 A 到什么 ？A 到直立投影面的距离嘛。啊，所以这个只是画的比较漂亮而已。那当然，刚说过啊，这条连线 A super V 到 A super H 一定是垂直我的主基线啊，这个是都必须知道的。好，那接下来看我们刚才那个点，是因为点在第一象限啊。今天如果你的点是在不同的象限啊，我们刚刚说 A 是在第一象限，对不对？所以它的 A super V 是在主基线上 ，A super H 是在主基线下。好，那今天如果你的点 B 点是在第二象限啊，第二象限的位置 ，C 点是在第三象限的位置 ，D 点在第四象限的位置，那经过旋转之后啊，画到这个投影图上面，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B 是什么？B 点在这里，所以它直立投影在这里，水平投影在这里。经过一旋转呢 ，B super V 跟 B super H 都是在哪里？都是在主基线上面啊，都是在这个主基线上面。那而且它的连线啊，这个连起来是一起的啊，垂直主基线。那 C 呢 ？C 是在第三象限哦，所以它的 H 在这边，对不对？水平投影在这里，直立投影在这里。一旋转呢，直立投影不变嘛。水平投影就拉到上面来，所以变成 C 的 super H 是在主基线上 ，C 的 super V 就跑到什么主基线下面，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点，那它这个水平投影是在主基线上，直立投影在主基线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点反推回来就是在第三象限，正好相反，对不对？这是 A super V 在这里，这边变成 C super H， 啊、哦，有没有？那这样一翻过来正好相反。得好哉，有没有？这个 C 的 super H 这样拉上来就拉到主机线，拉到上面，因为我们是这样旋转的啊。那所以 D 也是一样啊。那 D 因为它在第四象限，所以它的水平跟直立都是在主机线下面，所以这个就知道是第四象限。所以下次你看到这样的图，你就要能够反推这些点都是在哪个象限，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逻辑推理，就类似背九九乘法表。你们有没有背这个乘法表？啊，有了啊。好，那这边只是画的比较漂亮一点。这个 B 在第二象限，然后它的 vertical 水平在这里，然后一旋转有没有？它这边画特别这样画旋转，就是因为我们在旋转就是以主基线为轴，然后呢水平投影后面的往上翘，下面的就往下啊，所以就变成这样。这个是第二象限。那第三象限在这边啊，所以它的 C super V C super H 一旋转，就是跑到这边，这个跑到这里。然后呢，第四象限啊，一样以此类推。好，很简单，对不对？那接下来当然还有一些特例了啊，这个就是特例。什么特例呢？今天你如果你的点不是在象限，是正好在投影面上面啊，在投影面上面，那得到结果是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好，你看这个一点啊，空间中这个一点，这个一点正好是在直立投影面，而且是在主基线的上面啊，在主基线上面的直立投影面上面，
好，所以这个一点呢，它的直立投影当然就是在上面，但是它的水平投影正好跑到哪里？水平投影正好跑到主机线上，所以你下次看到这个点一点，你就要能够推论出这个大一这个点是在哪里？是在直立投影面上，而且正好是在直立投影面上，而且是在主机线的直立投影面上面，就这样。好，再看一个 M 是贴在哪里？M 是贴在这个水平投影面，而且是在主机线后面的水平投影面。好，那这样子的，它的水平投影就正好在这里。那它的直立投影这时候跑到哪里了？跑到主机线。然后一旋转过来，所以它的 MH 在上面 ，M Super V 就跑到主机线上。对啊 ，M 不是在这边嘛，对不对？那一旋转过来。M 的 Super H 就跑到上面来 ，M 的 Super V 就维持在主机线上。M 跟 E 好啊，这个就是你要能够去推啊。M 跟 E 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对不对？但只不过一个是它的是立体是在上面，立体投影在上面，水平投影在主机线；一个反过来是它的水平投影在上面，它的直立投影在主机线上。但你就要能够想办法去把它反推回到这里啊、哦，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推理的啊，所以你想想看，那当然这个推理过程中间，你当然最原始的是从立体图去推到这个，很简单，对不对？从立体图，你看立体图，你能不能想象它的 E 应该就是这样，它的 M 就是这样，可以吗？那但是反推呢？反推也是一样的，反推就稍微要稍微要想一下了啊，要想一下，你想想看。因为你这样习惯这个东西之后，你再反推回来，你就知道，哎，我今天的 E Super V 在这里，它正好它的水平投影在这里，啊，在主机线上。那什么情况啊？你就要能够推理说它在立体图的时候是怎么样。那所以你这时候可能脑袋瓜要去做一些判断啊，就是说，哎，正好假设这个 E 点正好如果是落在直立投影面上，因为落在直立投影面上，它的水平投影那个点的水平投影才会投影到什么主机线。所以你就要有这个能力去反推这个东西啊，好，那当然就是你多看几次就会熟了啦，啊，因为你看我如果这个点是落在直立投影面上，它的水平投影是不是正好一定会落在这个基线上，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那同理，今天你的 M 的 Super V 怎么会跑到主基线上？是因为这个 M 点正好落在水平投影面上，所以它这样正投影过来，它的直立投影正好就会跑到主基线上。啊、哦，所以这样，虽然这两个图看起来有点类似，但其实代表很大不一样的点，在空间中的位置啊。啊好，所以同理呢，像 F 跟 G 啦，哎，那这边 N 是什么？哦 ，N 是正好 ，N 是正好这个点，这个点正好在主基线上，所以它的 N 这个点，它的 N super V 跟 N super H 都是同一个点，啊、哦，而且在主基线上，那当然这个点就在主基线上。啊、哦，那 F 呢？F 正好跟 G 是反过来一下 ，F 的直立投影是在主基线，但是它的水平投影是在下面。那这个呢，再反推，反推，反推，用力的去推，就推得出来，你的 F 原来是跑在这里 ，F 的水平投影在这里，所以它的直立投影就跑到主基线嘛，所以它是落在哪里？落在水平投影，而且是在主基线前面，好。那 G 呢 ？G 是在下面，所以它的 GV 在这边，它的 GH 跑在这里。好，这个就比较特例了啊，点的投影的特例。好，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啊。好了，现在已经没有立体图可以对应了，我们来随便看一个。好了，一跟刚才那个一不想问一样，有是吧？这个是在哪里？在前面。好，这个在直立投影面上。对不对啊、哦？而且是主机线上的直立投影，还是主机线上？主机线上啊、哦，所以它跟它对应的是哪一个点？所谓的对应就是它同样也是在直立投影面，但是它是在主机线下。赶快啊，这个时候就很好玩了，就发挥你们的想象力了。刚一知道了啊、哦，那哪一个是我说对应？就是它同样也是在直立投影面，但是它是在主机线下面的那个直立投影面。但这个符号梗不一样了啊，所以如果我刚说一是在这，哎，刚这个一跟它有一样吗？哎，一样哎哈。哦，我刚意思是说一在
这个直立投影面，那另外一个对应的点就是在直立投影，一样在直立投影面，但是它在主基线下面，所以是什么？所以是 G 嘛？啊，那 G 的意思就是什么 ？G H 在下面，它的 G B 就是什么？不一样吗？所以我这个 G 跟那个 G 不一样，是吧？好，那至少你应该知道，它这个点是应该它的直立投影在下，水平在上，水平正好是在什么？在主基线，水平在主基线，所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F。好，所以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哦。那当然，这个 J 就是在正好那个点，然后其他这个就，所以现在以后我们看到就是这些投影图，然后你要去反推它立体的形状，这种立体的形态是什么啊？哦，这样也会比较好玩一点。没有啊，还是好。那这边这说明仅供参考。好，两个投影面还不好玩，因为有时候更立体的图，我们就需要到三个投影面啊、哦，三个投影面。以后我们甚至还会有四个投影面，还有五个投影面啊、哦，那当然更复杂。但我们先看。一般是两个了啊，一般是两个，大概对我们来说大概两个大概差不多，但是有时候我们用到三个啊，三个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原来的直立有没有啊，在一个水平，那我们再加上一个侧投影啊，这个叫 profile 啊，叫侧投影，所以它的标法就是 HV，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P 啊，叫 profile。 那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如果一个立体图，说实在有时候如果只有 vertical 跟 horizontal， 它的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还是不足以表示它啊，所以我们还必须要加一个侧投影，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你也许有人听过说什么有什么上视图、下视图，然后前视、后视、左视、右视啊，那左右其实就是要有一个侧投影的概念啊，所以把侧投影的东西也放进来。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这个空间就被分得更细了啊，分得更细。那这个反正是一个侧，这是一个 profile。那这边这个写错了啊，这应该是V 跟 H 叫做主基线啊，那其他的还有投影面是什么叫副基线。好，但是要注意啊，我们的投影面都是彼此两两垂直啊，像刚说过 vertical 跟 horizontal 是垂直，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个 profile 呢，侧投影呢，它插进来的时候它也要跟 vertical 垂直，也要跟 horizontal 垂直啊，所以它彼此要两两垂直。因为我们要为什么两两垂直，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正投影系统。那正投影系统呢？正投影系统的意思就是它的投影线是正啊，是垂直它的投影面。所以我们为了要能够方便去呈现，所以我们这些投影图啊、投影面都必须要两两垂直啊。好，所以 profile 就是跟 vertical 也垂直，跟我的 horizontal 也垂直。那所以它也会产生交线。那我这些交线呢？我们刚说过，这个 V 跟 H 的交线叫主基线，其他的交线包括什么？像你的 P 跟 V 有没有一个交线啊？这边有一个交线，对不对？然后 P 跟 H 这边也有一个交线啊，所以其他的这些交线都叫副基线啊，就是反正就主要的就是 V 跟 H 叫主基线，其他的就叫副基线。那 anyway 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了啊。好，那这边接下来，因为你看啊，我们用了这么复杂的这个就是变成有三个投影面的情况之下，那它其实把我们的空间分得更细，对不对？分得更细。但是这边啊，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虽然课本哈、哦，这边还是一样，它有分象限啊、哦，分象限，但是它的分法哈、哦，这两个课本其实大同小异了啊、哦，就是它第一象限就是还是在这边，它如果是绕着这边来看哈、哦，绕着这边来看的话，就是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第四啊、哦，所以那但是我们接下来会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的投影有分第一象限投影跟第三象限投影，对不对？那第一象限投影跟第三象限投影，如果对两个投影面来说很简单，它的第一跟第三刚才已经都看到了嘛，哈、哦，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有看过第一象限、第三象限，对不对？哦，反正这个是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第四，这是两个投影面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这边现在有再多一个投影面进来，啊、哦，再多一个投影面进来，那这个时候它其实照理说去分，它这其实有几个象限，有八个。哦，有八个象限哦，所以好像看起来蛮复杂。所以啊、哦，那但是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其实是只有第一跟第三象限。
那哪边是第三象限？哈，根据他这边写的哈，当然是一二三四，类似这样而已。但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概率性的分法哈。那我们真正的第三象限，我们待会儿会再讲。但是这边我们在谈的就是说课本，我们的最原始的那个课本哈，如果我们搭配坐标，因为这个有三个投影面的情况之下，相当于就是它会有三个轴嘛，啊，它有三个轴向。有三个轴向，就类似有点像我们以前数学在学几何的那个卡式坐标系统，对不对？有没有听过卡式坐标系统？卡式坐标就是什么？那 x y z 啦，啊，只不过当然它这个 x y z 有点不一样啊，它这边分的方法啊，按照我们原始那个课本，就是说，就是你的这个什么，水平跟你的侧投影啊，水平跟侧投影的交线，这条交线代表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前后方的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观察点哈，今天的观察点通常是在前面，在这里啦。我们这边如果把一个物体摆在第一象限的位置在这里，那我的观察点是在这边，所以对观察点的远近来说，就是所谓的前方跟后方哈，就是所以往比较靠这边就是所谓的前方，往后面就后方。所以侧投影跟我的水平投影的交线，这条负基线代表是 x 轴啊，这是它规定的啦，你不要问为什么，就是好像它规定就是 x 轴，然后呢？Y 轴，好、哦、，Y 轴是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数学不太一样，对不对？它的 Y 轴就是变成是我的侧投影跟我的直立投影的这条交线的轴线，这条叫做 Y 轴啊。所以一个代表上方，一个代表下方啊。正 Y 代表上方，负 Y 代表下方。那原来的主基线呢？原来的主基线就变成是 Z 轴啊，右边跟左边。所以今天会跟你们一些作业哈、啊，里面会用坐标。就给你一个坐标了哈，今天给你一个坐标，假设 x 是123，啊，坐标 x 123，那当然这个123的位置就是什么，在这边前后 x 是1嘛，2呢是上下，啊，2是上下，3是左右，所以你要把它的位置能够画出来啊，这个是这样。那这个至于它的123像123是象限呢，这个先不要管它，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其实。它只是说概念，它如果是分这样去看的话，这边有一二三四，后面其实也有一二三四啊，后面也有一二三四象限。那这个跟我们实际要画的，我们待会儿要谈的第一象限跟第三象限，第一象限还是在这里，没错了啊，在这里，就是在正 x、正 y 跟正 z 的这个区块，这个叫第一象限。那至于我们真正要谈的第三象限投影是在哪里？是在负 x 啊，负 x， 负 y， 哎、啊，负 y， 哎、欸，负 y， 负 z 那个位置，那个才是我们的真正的要看的第三象限。所以那个第三象限是在哪边？躲在后面，有没有？躲在后面那个地方才是第三象限啊。所以这边的一二三四象限其实不是那么正确了啊。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了哈，这个已经稍微把它，如果我们在点在三个投影面去投影的时候会变怎么样。好，那三个投影面，我们刚才说两个投影面的时候，我们是利用主基线去旋转，把水平投影这样反过来，对不对？那现在我有三个象限啊，有三个投影面了，那这三个投影面我怎么样把它拆开成一个平面啊？怎么样把它拆开一个平面？好，它的做法很简单，这个就是一个三个投影面，但是我们现在把它 focus 在第一象限，有没有？就是在正 x、正 y， 哎，正 y， 还有正 z 啊，正 x、正 y、正 z， 那这个边就是第一象限。那第一象限我怎么样把它拆开，变成是所谓的一张 2D 的图纸上可以去呈现它的？它的做法很简单了哈。你们手边有没有不要的纸啊？随便拿一张不要的纸，你们可以去画，自己去做一个这样类似去比较它的一张纸啊，你去把它画一个十字，就一张小张的纸就好了啊，不要太大张，这个是纸的外，你在里面把它画一个十字，然后呢，沿着这边去把它剪掉，剪掉这条线跟剪掉这条线。就把这个剪掉就对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最后再把它折起来，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类似
类似我们这边的一个框框的这个东西啊。OK， 好，接一下哈，这个虽然很小了哈，但是它原来我们三个的东西，三个投影图啊，三个投影面把它放在一起，其实它的第一象限就类似是这样子。那第一象限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的当然 vertical 就是这边嘛啊 ，horizontal 这边，然后这边就侧投影。那你现在为了要让它能够拆成二维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沿着什么？沿着正 x 这个地方这条负基线去把它剪掉，就是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呢，我接下来这边变成是有两个什么？两个旋转轴，一个主基线的旋转轴，一个是负基线的旋转轴。那一样啊，就是主基线旋转轴往下，然后负基线旋转轴往右一展开就变成这样了。那这个就变成是我们把三个投影图啊，三个投影面呢，去把它展开变成是一个二维的图纸上面的一个过程。有没有？就把这边剪掉嘛，哈、哦，就是这边本来有一个基线，负基线，把它剪掉，然后一展开，这个往后旋转，沿着这个负基线往后旋转，这个沿着主基线往下旋转，一旋转展开就变成这样了。有没有那个感觉出来？对啊，这个就是第一象限嘛。那你现在把这个旋转开，那这个再往下旋转，旋转出来就变这样。哦，所以当你有三个投影面的时候。这边，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有一条主基线，那这条是副基线，那这边所代表就是直立投影图啊，那这边就是水平投影图，那这边呢，侧投影图，所以你这时候就有三个投影面，啊，所以比刚才又稍微复杂一点。好，那如果你现在有这个三个投影面的时候，你的空间中这个大 A 这个点，所以你会有 A 的 super V 这个投影点，你会有 A 的 super H 投影点，你还有一个 A 的 super P。A 的 super P 投影点，所以你有三个投影点。那这三个投影点，当然你把它组合起来，它其实就看起来是一个长方形，对不对？那经过这样一旋转之后，你得到的 A super V 跟 A super H， 啊，它这个时候连起来还是垂直我的主基线。然后我的 A super P 呢拉过去这边，所以我的 A super P 在这里，所以我的三个投影点分别是在三个投影面上，对不对？好，那这个 A super P 怎么画 ？A super P 怎么画？其实。要先看最后面 ，A super P 怎么画？大概这个是第三象限投影，可以利用这个45度角了，或者用圆规了啊。概念就是这边用的，这个是第三象限投影，因为我们还没看第三象限，所以你这样看起来会怪怪的。还是再回来好了。你的 AP， 你从这个立体图，你大概可以知道你要怎么去画这个 AP。我们刚说，如果是45度角线的话，你可以从或者是用圆规啦啊，就是你以这个焦点主基线跟副基线的这个焦点，然后呢这个为圆心，然后这边呢这个长度啊，这个长度为什么为半径，画一个圆弧过来，然后拉一条垂直线上去，然后再从 A super B 做一条直线平行主基线过来跟它相交，这个就是你的 A super B 啊。原因应该可以看得从这立体图可以看得很清楚吧，因为你的 A super P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A super P 是这里嘛，A super P 到这条负基线的距离啊，这条距离是什么？这个距离就是等于你的 A super H 到主基线的距离啊。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用半径去量它一样？就是因为这段距离嘛，这段距离 A super P 到负基线的距离有没有？就是我现在手指比的跟这个光笔比的这个距离，其实就是等于 A super H 到主基线的距离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量这个啊？用圆规去量一样的长度，画圆弧上来。那画圆弧上来，再做一条垂直线上去。重点就是这个长度，就代表你的 A super P 到副基线的距离，相当于是你的 A super H 到主基线的距离。好，那它多高？多高？因为 A super P 到主基线就是相当于 A super V 到主基线，所以它的高度是跟它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拉从 A super V 拉一条平行线过来啊，然后跟它相交，所以得到就 A super V 了，好不好？好，那这个就是你的一个点的在三个投影面的时候的结果。那同样呢，这边还是有一个东西你要注意到的啊，你这个 A 点距离主基线距离你的直立投影面的距离是什么？ A 点距离直立投影面的距离是由谁来看？可以从这个投影图哪边看得出来
A 到直立投影片的距离就是由 A super H， 对不对？或者是什么？这个也是一样啊 ，A super P 到这条负极线的距离啊，所以这个距离也是一样，可以代表什么？代表 A 点到直立投影片的距离啊。你的大 A 到直立投影片的距离，你可以由这段 A super H 到主基线，或者是由 A super P 到负基线嘛。那如果从直立投影图就是这一段，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一段，是一样的东西嘛？哦，然后一样，这个到水平投影片的距离就是什么 ？A super V 到主基线，或者是你的 A super P 到负基线。所以这一段跟这一段，或是这一段跟这一段，就是代表你的点到直立投影片的距离啊，到水平投影片的距离啊。啊，那到侧投影片的距离呢？到侧投影片距离就这个啊，这两个就可以看得出来。A 到侧投影片的距离就是你的 A super V 到负基线或 A super H 到负基线的距离，好不好？所以这个都是从第一象限可以看得出来的。好，第三象限啊，第三象限比较要想一下。第三象限我们刚刚说过，它是躲在最后面，有没有？我们三个投影面把空间分割成八个象限，但是我们这边谈到的第三象限，其实是在就是在我的负 X 跟你的负 Y 跟你的负 Z 那个位置，叫做你的第三象限。那当你的点把它摆在第三象限的时候，啊，摆在第三象限，现在一样要把它切开哈。所以这时候反过来，这是第一象限啊，这是第一象限，那第三象限就躲在这边嘛，这两个都是对应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在它的负 X 跟负 Y 跟负 Z 的方向，啊，这样知道啊？好，那所以一样啊，你要把它展开。按照这个概念就是一样把它展开，所以它变成是水平拉到上面，侧投影拉到下面，所以第三象限如果你有三个投影面的展开就变成是这个样，所以这个时候变成是 vertical 在这边， horizontal 在上面，侧投影在这边，所以这是第三象限。所以最后画出来结果是你的 vertical 在下面， horizontal 在上面，侧投影变成在右下，啊，这才是第三象限投影。那一样你的点如果在 B 是在第三象限的话，你的 B super V 是在这边， B super H 在这里，那你的 B super P 呢就跑到这里来。那同样的，好，这是第三象限投影，但是刚才的观念是一样的。你的直立投影点到主基线的距离代表就是你的 B 点到谁的距离，到哪个投影面的距离。 B super V 代表的是什么？ B super V 到主基线的距离就相当于你的 B 点到水平投影的距离啊，然后 B super H 到主基线的距离呢？ B super H 到主基线的距离这一段哦，代表是什么？代表是你的 B 点到直立投影面的距离。所以原理都是一样，只不过今天位置不太一样而已。那一样 B super P 到负基线的距离，这个是什么？ B super P 到负基线的距离这段代表是什么？代表是 B 点到哪里？到水平投影面的距离。哦，所以以此类推哈，所以跟第一象限的概念是一样，只不过今天它的投影图画的变成是这样，啊，哦， H 在上 ，V 在下，侧投影在右下，啊，哦，那这样一样是类似有一个主基线，然后副基线，然后一拆开得到的结果，所以这是点的在第三象限的投影。以后我们会有一点穿插啦，有时候他课本会用第一象限，有时候用第三象限啊，所以要稍微都要知道一点啊。所谓的正 X 跟负 S 就是代表它的前后距离，直立投影面的前后啊。那上下就代表 Y 啊，是距离水平投影的上下。那左右呢，就是用 P 啊，所以这个是刚才的 S 坐标。那刚刚有看到了哈，这个就是 X 对不对？这个就是 Y， 这个就是 Z。那 A 点有 A super B、A super H、A super P 展开。展开的结果，你看这边其实横轴这个就是 Z 嘛，那这个就是 Y， 那这个一个就是 XY， 一个就是 X， 就是我们从这边剪开的嘛，哦，我们从这个地方剪开，所以这边有一个 X 跟 XY， 其实这个理论上应该是重合的，哦，好，那今天我给你一个坐标 A 20 50 40， 那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的投影图画出来？ A 20按照坐标这样来看， A 20 50 40，那我的这个三个投影点要怎么画？20是 X 嘛，
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说过 x 是这个方向嘛，所以这个20是代表你的 a super h 到什么距离？到主基线的距离嘛。所以 a super h 到主基线的距离这段应该多少？20。啊，50嘞？50是 y， 对不对？所以50是哪里？ a super v 到主基线的距离，对不对？然后呢40是 z， 所以代表这段的距离。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利用这个20 50 40的坐标，你可以把 a super h 跟 a super v 画出来啦。那这两个点画出来，你的 a super p 可不可以画出来？就可以画出来了，对不对？就利用刚才说过用圆规啊，然后拉上去再做一条平行线相交啊，对不对？这个 OK 啦。啊，好，这是第一象限。那第三象限一样，第三象限我们刚刚说过它是负 s 负 y 跟负 z， 对不对？负 y 是往下的嘛，往下是负 y， 负 z 是左边嘛，负 s 是往后嘛。那我们刚刚这条线切掉之后把它展开，所以这个是一个负 x 一个负 sy， 这两个其实应该合起来的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我的直立投影在这里，水平投影在这里，侧投影在这里，那我给你一个坐标负 20 负 50 负 40， 那你还是要能够去把它画出来啊。负 20 代表什么？负20是这个往后跑啊，所以代表是什么？代表是 BH 到主基线的距离，所以这段是多少？这段是20。然后呢负50是什么？负50是 Y 嘛， Y 是这样子嘛，所以往下50，所以代表是 B super B 到主基线啊，这个就50。然后另外这个就是侧啊距离，这个边就是40，然后你就把它这个也画出来。那这个是第几象限投影？这是第一象限投影。好，现在我假设给你这两个点啊，这两个点，好，你要去判断这两个点的空间位置是怎么样。 A 跟 B 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 A 跟 B 哪一个在前面哪一个在后面？ A 跟 B 哪一个在左边哪一个在右边？你有没有办法从这投影图就看出来？理论上你们要有办法，因为这就是考试要考的。好，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A 跟 B 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 A 在上 B 在下。 A 在上 B 在下，从哪个投影点可以看出来？ Y。 从 Y 啊，从 Y，或是从投影点的话就是直立投影点，对不对？从直立投影点就可以看出来 A 在 B 的上，谁在前谁在后。 A 在前。从哪个投影图？从这两个投影图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水平直立投影应该看不出来吧，直立投影看不出来谁在前谁在后。刚才谁在上谁在下除了直立投影，侧投影也可以看得出来啊。那至于谁在前谁在后，就是水平投影跟侧投影也可以看得出来。那谁在左谁在右？那就是靠直立跟水平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去推论的东西嘛，啊，从投影图去推他们空间中的特性。好，这边有产生就重影点啊。好，这个重影点，好，以 A 来看，这是第一象限投影，这个是在哪边重影？因为它这边你看哦， A super H 跟 B super H 是在这个点，所以它的重影的情况是什么？是在直立的那个轴向重影嘛，所以它在水平投影才会重影，懂不懂？就是它是在直立投影，两个点是从上往下看，它是同样一个，这样上看是同一个点啊，所以它在水平投影这边才会变成这个点，但是这边就有高低啦，哈，所以 A 比 V 高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反过来，这个是什么？这是在直立投影重影，所以它是，那怎么说？就是我这样从这样看过去，这两个点其实是一样的啊，是重复的啦，所以在直立投影它产生重影点，啊，这是重影点可以这么看出来，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A、B 两个点谁在前谁在后。B 在前 ，A 在后，啊，因为我们的观察者是在这个方向啊，所以 B 在比较靠近观察者 ，A 是比较远离观察者啊。好，那这个侧投影的话，我们刚才其实这是第三象限了啊，第三象限，所以它的 H 在这边 ，Super B 在这里，侧投影在这里，所以你可以利用直角利用圆规啦，或者是利用45度角线，都可以去画出你的侧投影。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